台南的三兄会横水的瀑布馆哦，横出来哦，伊生态是真丰富。今次阿嘛是出现掉这菱角消，引起大家注意。而且即卖嘛发现讲，主力叫一级的保育类这个黄鹂出现伫横出来底。台南的三雄会横水的博物馆，近日站啊官方的意外发现，横区内底有菱角鸮，国际模样吸引了大家注意。你现在不只是有菱角鸮，更是有人发现了主鹂甲一级保育类的黄鹂同时出现相当的特别。前一阵子我们博物馆发现了菱角鸮宝宝，那经过我们把它放回树洞之后呢，它已经跟鸟妈妈回归大自然了。那这一阵子有许多爱鸟人士看到新闻之后，也来到我们博物馆来寻找它的芳踪。那同时呢，也发现了博物馆有许多另类的保育类的鸟类，例如有朱鹂、有黄鹂，还有我们的翠羽鸠。对，那我们博物馆的生态非常的丰富，那希望大家可以来博物馆一起发现它们的踪迹。伊对着这珍贵物种的来到，不只是吸引了游客前来欣赏，更受专业的摄影爱好者特别带着专特装备前来，希望会当去下美好的画面。那这几天的观察，觉得这边的鸟类啊、很多，生态非常丰富啊。有空的话，可以来这边走一走、逛一逛，一定会有新发现的。今天一早来，感觉天气不错，先发现了大冠鹫、凤头苍鹰，接下来就是朱鹂、黄鹂，还有翠羽鸠。水稻博物馆的园区内生态是相当的丰富，来到这不只是会当看古迹，更是一个放松、感受户外的好所在。不过官方也提醒大家，前来欣赏千万莫搅扰到原有的生态，好因会当继续伫咧遮安心来生活落去。记者柯佳敏三重区采访报道。